我感觉好多白馍一饼饼啊，好像是白馍。我好看哈，大龙山子，今天我们进山捡羊肚菌，就在这里面，就是很多。走，这两天天气比较好，蓝天白云，牦牛。满地都是蒲公英，可以上蒲公英茶，进树林了。我感觉好多白馍一饼饼啊，好像是白馍。我好看哈，这种叫冰龙花，这种也叫平白，这种白馍比较大，没那么值钱。这种白馍叫一皮草，也叫尖白，然后又喊松子，也叫淮东抱月，最好的一种白馍嘛，因为它比较嫩的早，椰子只有一皮椰子，也比较矮小，长得。来，挖出来看下那个，走。嗯。最好把苗苗挖断了，嘎。嗯，慢慢挖出来，看嘛，一窝窝三个尖白，这种白馍就好，这三颗看嘛，掏出来掏出来，这种就好了。哎，这种白馍就是最小的白馍，看嘛，看嘛，它淮东抱月，那面它只有一半大的，一半小的，它抱起来就叫淮东抱月尖白，最好的白馍，看嘛，这还有颗。然后大看嘛，这个就苗子连到上面的，看嘛，一皮草就是这种白馍，最贵的、最值钱那种。出来了，看嘛，这种叫大连，这种它就不是淮东抱月，它就是包完了的，星星在里面，这种就叫平白，看嘛。咋生活？这种没得桑树上红之前。准备拆了，找到一朵，一朵，这朵大。啊，找这么久，找这么多，老规矩，不管多少，都是给粉丝朋友们看下好多个，来打总结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六个，二十个半。收收那的羊肚菌，大龙山子，今天我收羊肚菌，这片长得非常多，看看这块地能戳到羊肚菌。这片羊肚菌是柳眉系列的，长得非常好。是柳眉，这个是七眉，哇，这个大的，手中大的羊肚菌，这都是今天头插过，我们看一下肉。这只非常的肥厚，看一下。我们今天大概采了6斤，预估的话有200多斤，在那参算一下的。这么大一根树上的茶，味道如何？掏一百多，告一下。这一根就是我们来这个村最大的一根莴笋树，靠近河边有这样两根树，当地人主要拿它嫩叶来做成莴笋茶。这开花以后看满树的百花，满树百花，这个人的花样子。还过去。
摘了后下雨了，像这样子摊平晒一天就可以喝。晒一天都有窝车噻，终于晒干了，带点清香味，赶紧泡点水。晒干后就这样。泡好就是绿油油的状态，泡的有点多，尝下啥味道？还可以，带点苦味。这个是有点会甘甜。兄弟们，晓得为啥要把它拿来制成茶吗？哦哟，全部出台开花了。大家好，我山竹，这种台子看上去比较爽，尝下味道如何？接我们来叔叔家的药材地里，这就是他家种的大火，正在发台台。他发出的台子跟我们前段时间配的腐脏有点像，不晓得味道一不一样。尝一下啥味道，先剥这个皮皮。哇，甜酸甜，我看到嘴巴。其实跟腐脏一样酸，但是比腐脏好接受。在野外我们采蘑菇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野生的这种大黄，我们就会拿它的台子来解渴。接下来音效还是要有的。还可以。最后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台子砍掉之后，这个大黄还会继续生长，明年还会继续发台子。大黄也是为种药材，我们上山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野生的，下一期我们尝一下野生的什么味道。哇，去年配腐脏，很多关心里面的水是什么味道，据说还可以做双氟水，弄一瓶搞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山竹，今天我们又来了我们吃酸痛感的秘密基地，这一片都是，而且今天长得特别茂盛。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酸痛感，也叫腐脏，它也是一个中药材，主要它下面根可以拿来入药。像我们吃的话叫吃中嫩的，但是我们先听声音，声音非常好听，像神庙逃亡一样。徐良姐，挖水啥味道？哇，来试试，有点那种矿泉水的味道，但是又不像矿泉水那么纯，又带一点植物的味道。看都流口水，不晓得蘸辣椒边吃味道如何？这腐脏味道还刮香。特别酸，来点灵魂蘸料。辣椒面还可以啊。大哥山竹，今天和岳哥、勇哥上山挖三根菜，据说一辈都背不完，走，这一片都是，还更好的。我们叫它三根菜、雪芽菜，也可以喊石格菜。
哇，这堆才多。我们把这三根菜拆回去之后，撩一道水，再漂一晚上，就可以拿来炝炒。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拿来做腌菜。做腌菜之后，做烧白，巴适得很。